首先我想说谢谢命运把妹妹带到了我的身边。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小学的时候，我想想感觉时间画面一切，可能在我读五年级六年级那个时候，我在全校被通报点名批评，而丁义然他在他们那边小学的时候在台上做他们的升旗仪式。尤其是跟妹妹在一起之后，她让我看到了一些我很多以前都觉得非常鸡汤的一些我认为我不相信的事情。我从来不曾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但是在相处过程当中，我发现了我确确实实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我也愿意为妹妹做这些改变。今天好看吗？都说女孩子穿上婚纱，披上白纱是最美的样子。我不知道在你心中是怎么看。我只是觉得这一刻我突然就明白了婚礼是什么意义。我遇见过千千万万个人，和数万国人一起吃过饭，然后和数百国人一起聊过天，和上千个人成为过同学，和数十国人成为过好友，还有三五个至交知己。但是这一刻站在我身边与我们拥有此刻的只有你，也只能是你。我相信，原来真的有命中注定，谢谢。